哎呦，sorry 啊，我来迟了。哎呦，我肚子痛。哦呦，还肚子痛啊？有是吗？拉肚子拉了一整个早上。哎呀 ，sorry 啊，我闹钟没有响啊，我不知道怎么了。我已经调了5次了，可是都没有响，不知道是手机有问题耶。应该是换手机了哟。哎呦。 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迟到，那司机啦！刚刚啊跟我讲说转左就到了，结果转左了之后又再转一圈，又在 delay 啊！本来 ETA 啊是半个小时前的，结果现在才到我，你讲离不离谱？是没？啊，今天真的很倒霉啊！等了很久啊。 还好啦，哎，我家里的钥匙啦，卡住那个门，我又要等那个人来修理，然后call他，他讲要等半个小时，因为 lunch time，然后害我一等等了这样久，然后外面又下雨哦，可怜了今天，这个旅游行的哦。哇，你几点到哦？没有塞车，没有外面。 2个小时前到了，我来的时候啊，大塞车，从 LDP 转到 NKV，NKV 又转到不中，还没问路哎，塞车塞到。哎，你只是转行的，啊？做编剧好像。